这一场是离线通讯技术讨论。如果炒作场的话，赶快去选自己想要的其他场。然后，我也不是专家，我只是想说来开一个讨论，那带一下讨论这样。那如果任何人想要带的话也可以。那我们先，前情提要就是在全民运动中心上面有一串讨论，就是说香港最近的群众运动非常的盛行。那一大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会发生连不上市区啊，或是没有 WiFi 啊之类的问题。那通讯有时候就会是问题，所以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有人开始说，那不然 Mesh Network 啊，或是蓝牙为基础的一些通讯技术，是不是可以运用在群众的这个集会上面？不一定是群众集会啊，这么激进的东西，那也可能是大型的集会，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所以这场讨论大概是想说，大家有没有在做这种类似这种事情，或是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是也不一定是技术，也有可能是其他集会的技巧或什么之类，都可以聊聊看。好，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可能先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说我们最近在干嘛，然后为什么想要来听，或是今天想要来听什么，这样好不好？可以吗？确定。好，只有一支麦克风，对吗？是吗？是吗？麦克风，只有一支，还是只有一支？对，好，下去了。好，那这样好，我是志浩，然后我前端工程师，后端也有写一点JavaScript， 然后我在卧槽工作。好。哦，嗨，大家好，我是廖司机，趋势科技资料工程师，就这样。大家好，我是那个 Peter Tomei， 我是这个对这个程序员有兴趣的。大家好，我是卡西，然后因为之前有看那个建立在一个分散式的通讯协定上的一个那个社群网络软体这样子，就想说就这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OK， 我是开放文化基金会董事，做资的治安推广。我是雨婷，然后工程师，然后只是对网络架设很有兴趣。那我是一直在一间做军工体验的公司做一创公司。我叫他郑仁武，然后我是一个学生，然后对通讯像 LoRa 啊这些蛮有兴趣，然后最近在学组合语言。我是廖崇宇，那我现在在工业担任工程师。那我是李友，我就是最近有听到现在想没有听过想法，也最想来。大家好，我是新竹大学陈东成，我在资讯工程系任教。大家好，我是兔子，然后现在是系统工程师，然后看到标题就是觉得好像有关系，对不对？有关系，跟在做有关系。大家好，所以我是 CHU， 然后我是那个工程师，然后也是对一线通讯技术这部分。那我是欧森，我是后端工程师，我是对网状网络有些兴趣，所以来听看。我是小树，我是从香港过来，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然后我是 HC， 然后是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工程师，然后对公民社会科技有兴趣。大家好，我是陈静鹏，是学生，我只是觉得这题目很有趣，这个怪题。哎呀，好，介绍完了，这个伙伴，我们要不要列一下听友？好，就马上进入，六个小时。好啊，那我开始啊。我昨天有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 KA9Q 的东西，然后我
后我就先看，然后反正大家如果有网络就可以 Google KA9，我就先写了。然后他说这是大概很多年前的东西，然后作者叫做 Phil Carr。到一个东西，那我们然后有一些哈，公司决定啊，或是已经有的商品啊，其实都可以讲出来。好，
当时没有。对，当时没有。真棒。Facebook 这边有装，然后等一下可以 demo 看看，但是我的电脑没电了，所以大家麻烦大家过来一下。
船舶。有一个朋友在你那边就有一个。
欢打一个长讯号过去。多长？标会一定是100公里，但是你一定要折，打折再打折。那你 app 好不用吗？
因为我记得他已经不行动了。那看起来有十分之一的几率。发射已经十到二十分之一。我记得发射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是。那发射我见是二零一四年的。对啊，好死的。我本来想吃下面那一套。这个。他没有 iPhone 版。就是下面那个。这个版。对，是版。那我们走。那可以啊。然后蓝牙直接播 Case 啊。我可以找到我们，是，我们是
开玩笑。不是啊，我回去香港，你们又必须要讲。你们要怎么找到？不然就是说，愿意跟香港朋友留下康泰，或者等下私下这样。它的确，它就只是 SNS 的取代品，它不是那种运用通讯的取代品。
进入的。可是你刚刚讲那个用，我还是可以将你达成的基本的那个密集通讯的那个效果。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多个设计的时候有考虑这个，但是他现在的应用，要么就是游戏，或者说大家一起下棋，要么就是像这样的比较上流出的。然后他一开始比较活跃的社群也是在澳洲做那叫什么，之前跟巨人合作，然后跟就主播这样子的场景，也是跟这个朋友有关联，那个新创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有一个社群叫做 Solar Punk， 他们在靠就是在研究说一些就是科技发展里面的另外一方面，然后我们自己取得了，然后打造自己的那个环境，就是那个社群他们有加一些三 D 的结果。然后就有知道状况是说，你的那个结果可以是帮忙，可以是帮忙。那帮助可能的话，就是你把那个邀请码，就是邀请码用五千次，然后就发出去让大家知道。然后我自己有加一个 Node， 在每一台都有一个相关的事情。那你可以快递，就是说他在那里，但是你要去发给他，然后再让他帮你的话，你需要跟那个在这里的几个人群出去，我们要的邀请。有啊，然后再来是他可以，就是他手机的话可以靠蓝牙直接跟人家加流，然后如果是电脑的话就是 WiFi， 那 WiFi 它只要有流量 AP 就好，它不用流量就可以了。他在那个 AP 上会 discover 就是附近的账号，然后他也是播客词，然后我在台中的时候试过跟一些朋友就是，手机的话，你就会得到说那个 Pennybox， 哇，这感觉不错啊，就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可是 Pennybox 之前没有，因为然后这个东西之前 Pennybox 介绍过，因为 Pennybox 在那个 Universe， 他的那个派出的那个 App， 我之前用的时候，他就是他好像。他好像在一直算 index 还是什么样，他好像会套。我就第一次的时候，他在抓很多东西下来。这个，对。然后那个 Andrew Sauce 是 JS 圈比较有名的大炮的样子，然后他一直就推出一些奇怪的东西。不过他在开发 Mendes 的时候还蛮认真，他开发两年。OK。那这个东西现在有在 iOS 上吗？我记得 iOS 没有上架，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还是可以用。他是只有第一次，我记得除了第一次，后来他好像又会一直吃，还是你后来就？我其实还好，你看叫他就是只有啊，对对，他就有两个讯息，他就只有啊，对对。那也是做好一个协作的，然后就 Windows 的话，他有协作就是透过蓝牙，然后就可以。他不是那个，就是他有两。
patchwork 有一个问题，不是就是请问我今天在新的 iPhone。就是在电脑上用的那个 primary key 跟我在手机上要不一样，就是不同的麻烦。你不要先，你不要在思维点上一次，思维点上一次。